座猫猫新地图庄园，搜捕者其实可以不用都往大门出去，还可以从后面的这扇窗户出去，因为搜捕者的房间在最高处，所以在这里可以居高临下的看到大部庄园院子里的大部分地方，运气好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在移动的伪装者。我应该很合理吧。我这么合理就死了。我刷个牙。在这里子弹可以打到很远的地方，运气好说不定就能乱枪打到伪装者。有恐高的玩家从这里跳下去还真有点后背发凉的感觉。我靠，我这个地方完了完了，已经完了。明明听到一个小姐姐的声音，可就是不知道她躲在哪里。跟着队友的箭头去看看。提示消失了，这个房间里应该有个伪装者。好家伙，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。队友又有提示了，刚想跟他一起出去，没想到就发现一个类似杯子的伪装者，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怪不得我。终于发现小姐姐的藏身地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靠，不是，怎么会有人躲在这儿的呀？小姐姐说的有人躲竟然在这，到底在哪呢？这地方是怎么去的？